口，用路人停等红灯，没想到下一秒眼前竟出现惊险一幕。只见一辆机车行驶到一半，忽然失控打滑，随后只见女骑士连人带车倒地惨摔，还差点遭其他车辆撞上，画面是相当的惊险。带你来听一下稍早前警方的访问。据了解，疑似女子骑乘普通机车，疑因天雨路滑，不慎摔车跌倒，造成林女手脚轻微擦伤，送往高医医治，初步研判是操作不慎。事发在20号早上7点多，高雄三民区石泉一路跟吉林街口，当时李姓女子骑车行驶，疑似因为天雨路滑，机车不慎失控打滑，导致女骑士连人带车摔倒，并造成女子手脚轻微擦挫伤，也被紧急送医。事后警方对女子进行酒测，并无酒精反应，初步研判疑似女子操作不慎，这才自摔。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，仍待调查厘清。只是天雨路滑，相当容易发生事故，也请用路人骑车开车上路要多加小心。